哎呀，奈奈，你开麦！哎呀，奈奈。喂。哎，哎呀，奈奈，你好，安安几岁？哪里人？23岁，辽宁大连人。23岁，大连的妹子，来，哎呀，奈奈，你想说什么？你好呀。你好，你好，我现在跟你在同一个地方哦。不是同一个地方，就同一个。对，大陆都在大陆哦，你好啊。今天好卡呀，我看那个 YouTube 上至少延迟了5分钟。对啊，对啊，所以没办法，就是你们这边网络要加强啊，可能是翻墙的关系吧。好的，那我今天想说三件事儿。三件事是就是三件事哈。对对对，三件事，那但是很快。好好，你说。我没有写稿子。好，没关系。就是来你说，就是独派被，就是今天的标题是独派被阿富汗事件吓傻了嘛？嗯，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被吓傻，应该就是以这个为起点，让一些人算是认清现实吧。嗯，就是美国，他就是现在对台湾进行军售也好啊，或者是就是想帮台湾搞到一些就是什么进世界卫生组织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政治上的权利，实际上是为了从台湾这里获得利益，或者是用来牵制大陆，而不是说为了说就是台湾怎么怎么样。嗯，就像对啊，然后就是想说就像阿富汗一样，就是世界各国是有监督阿富汗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没有干涉阿富汗人，就是没有干涉阿富汗人的权利，就是可以监督他的人权，但是不能干涉他的内政。好，对，是这样的。嗯，就是当你把你自己的就是道德观或者是什么样强加于别人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就不行了嘛，就中国的老话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不能施于人。好，对，然后可以啊，我今天有点乱哈，反正没关系，这是第一个吧。嗯，就是一个是那个就是阿富汗台湾人应该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台湾人要认清啊。对，然后一个是阿富汗，就是不要干涉他国内政了。好，对，这两个啦，两个啦。然后这实际上有点乱，实际上是想把它转过来是一个的，但是不行，脑子不清晰。然后下一个，然后下一个就是还是说就是我每次上来都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民主的问题。就是民主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当前的政府是不会被暴力推翻的。是吧？就是实际上有选举嘛，就是所有的民，是，对对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多党制的话它很难被用暴力推翻。对对，除了就是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其实也不算多，就是在之前的那一届政府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啊什么东西的。阿富汗就是本地的人，就是阿富汗人实际上是并没有就是像其他的民主国家那样就是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政治当中，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塔利班这样的一个暴力组织，然后进行暴力革命，然后推翻当前的政府。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普及民主才产生塔利班了，但是就好了，没关系。这个意思我知道，我是说就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像阿富汗这样就是用暴力然后进行推翻。好 OK。 对，然后的话中国有一句话不叫不破不立嘛。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需要被暴力推翻的。就是阿富汗现在这样的权力转换进行了3次，就是然后把整个社会进行了3次重新的洗牌或者说洗礼。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比20年前
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塔利班，起码这次塔利班建成了之后，然后也没有大规模的烧杀劫掠，也没有说像以前那样就是干了很多坏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暴力，然后的话比如说20年前那个美国用暴力把塔利班赶走，然后的话20年之后塔利班用暴力打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塔利班自己从失去民心然后到获得民心，然后重新站在了这个统治者的位置上，所以他实际上是会进行成长的，或者说即使不是塔利班，其他的就是暴力组织在进行这样的暴力革命重新上台的时候也是会成长的，会吸取前人，会吸取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然后来就是稳固自己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民主不行，必要的时候就该暴力革命。哦，你这，哦，好好好，对对对，你这真的是哦，那个温柔的声音就要讲那么狠的话哈、哦。好，来，一定要弄一个暴力，好，来，对对。然后那个最后一个这想说的，这今天说的很少嘛，就是最后一个想说的，就是在没有就是能抗衡的实力前，不管是谁都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就比如说像中国大陆20年前没有什么武力呀、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20年前中国大陆实际上非常弱嘛，所以实际上大陆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搞了一些就是助长国内工资啊，或者是就是那样的，就是实际上被外国然后就是入侵了，就是渗透了很多嘛。当时的那个就是中国实际上就是乌烟瘴气的嘛，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就是大规模的然后去抓什么公知啊也好啊，或者说是就是正面硬刚，你看20年前中国就绝对不会说这样的一句话。那个什么美国没有资格站在实力地位上和中国这么说话的这句话，对吧？20年前绝对不会有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对，因为当时中国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要是那个美国派过来，都不用说派过来14艘，就哪怕派过来4艘，中国可能真的都要傻眼。对吧？所以当时中国是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但是很明显台湾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台湾就不懂得在自己本身没有能力的情况下然后夹着尾巴做人，而是借着美国或者说借着其他一些什么国家然后在这边狐假虎威。这样的力量不是你真正的力量啊。对啊，你这样的力量的话是很容易被彻底摧毁的。别人的那是别人的力量，这狐假虎威 是这个成语用得好，没错。对啊，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头低低的、就是、你这样夹着尾巴。对啊，不要打我嘛、啊、好不好？对啊，夹着尾巴做人的话实际上这句话不只是对民进党，对国民党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国民党现在完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就是对大陆进行就是还和以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或者说还说以前一样的话术，实际上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样的话就会对让那个中国大陆的人民啊还有政府啊对国民党对民进党都失去信心，那到最后的一条路就只有武统。但是我今天不想说武统的问题，就是哎，就说这三个吧，就是偶然想到的就随便说说，然后就下了。好，那个奈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怎么看就是塔利班这个政府他们对妇女的一些比较前置的一些作为？对啊，这是实际上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嘛，就是第二个说的点嘛，就是你们就是其他国家的人有监督他的责任，但是没有用武力干涉他的权利，所以就是监督他，那他做人也没办法就做了，就是这样。对啊。哦，就是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拿我们自己中国，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的主导的思想是不信神的，但是美国是一个几乎完全神权的国家，基督教啊，或者是犹太教，实际上在国内里面有很大的一股势力。我们不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说：“哎呀，你们信神，你们哦，好 low 啊，对吧？”那你们又，那就是像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民主国家，又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女性说，就是人家的宗教啊，或者是人家的教义，应该让人干嘛呢？好，OK。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其实我觉得，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是，就是还是要给塔利班时间，就跟那个上一位，我不知道到我这块已经是不是上一位了，反正就是应该是阿尔法狼嘛，应该是阿尔法狼说的。然后就是我们应该给塔利班足够的时间，他当完成了自己的经济建设之后，完成了自己的足够有国防的实力，不会再让美国入侵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会就是有了足够的经济，才会慢慢的进行世俗化，然后女性才会真正的得到解放。就像比如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女性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工作，就是上个世纪1920年、1930年，然后女性没有。女性没有什么。做什么可以做的工作？能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能说得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像什么去妓院啊，就卖身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一类的工作，或者比如说给别人当保姆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或者种地嘛。所以的话，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女性没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谈何进行自立？如果没有自立，她依附的是男性。那么谈何女权呢？那个权力和经济是一体的。我有了钱，比如说，对，我有了钱，我才可以说，我今天就不要你这个男人了，我要把你休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离婚。这个时候才可以。如果我没有经济实力，我今天就靠着你。如果你咱俩离婚了，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和另一个人离婚了的话，我没有经济实力，然后自己活下去，可能和他离婚了之后，我就只能沿街乞讨，或者是饿死。我知那个道时候谈什么女权呢？了。我和所以，他说女权的时候，他会一巴掌把我打一边去，哦呦，说洗你的衣服去，看你的孩子去，哈哈哈哈！对吧？所以，女生要经济自主啊，好不好？加油啊！好不好？对，以我后。这个不是说的我哈，我这个不是说的我哈，不是啊，不是我我说只是你举也个是例啊，子，你以后找老公也要注意，好不好？钱不能都靠人家，自己也要有一点，好不好？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好，OK，那就这样了，谢像谢，你什么？就是我说就是和日本一样嘛，那像很多日本女性不工作，那女权自然得不到保证，然后的话，中国女性。基本上都是工作的，女性能顶半边天嘛，所以的话就是中国的女权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程度的保证。我听说中国女性都顶超过半边天了哦，对啊，已经超过半边天了。好，OK，我知道，就是中国女性是很厉害的啊。好，那个谢谢你啊，哎呀奶奶好啊，的，谢谢你啊，拜好拜，，OK，拜拜拜拜。好的，拜拜。